所以，亲爱的贵宾，你有关心你的身材无？你有关心你的身材无？有。我嘛有。你对你的身材不满意无？有。我嘛有。你有？啊，那我是无。啊，人讲到我41岁，人水鬼大蕊，迄是当然的咯。啊是。啊，那你嘛那个卡勒，迄实在是空思妄想，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。百七、百八，对老先生我来讲，已经是无望啊！以后食老，若未老退休，就真去加载啊！只好我把这个愿望寄托在我的后生、查某囝身上。代志是安尼啦，伫咧顶个月一个礼拜日，我毋免去上班，不过我早早就起床，准备带遐囡仔去佚佗，但是。五囡仔一个一个拢在咧睏，我的相公看我七早八早就来遐起起哭哭，恐惊我怕死，伊去水伤寒无袂惊，伊就甲我讲：“爱威啊，啊你毋是真爱威？”我嘴甲吻者，我对伊笑者，我皮肤看咧就四过去飞哦，四过去洗，啊我洗也洗，飞也飞，就飞来到菜市啊口。哎呦，啊这是啥物情形？人卖这尼啊济，尤其是东北人迄间汉牛店，规间乌乌空空，厝前后壁拢全人。我心内真好奇，我脚步嘛一步一步，自然向前去。我嘛不知不觉，搁人安尼挤啊挤，挤入去内底，看伊究竟是咧卖啥物货。我抬头一个看，一张红纸写乌字，我就赶紧的。将我迄支金丝、银丝、香菇、盐丸丝落面，甲你挂起来。哦，原来就是咧卖灯骨汤。我顺线回头看出去，一片一片的林海，一片无同款的人，却是怀着同款的目的。唉，天下父母心。一阵戆老爸甲戆老母，不但生囝，还着搁饲囝，也要烦恼囝伤瘦，也要烦恼囝伤肥，啊，家己生囝伤过矮，还着烦恼囝生囝无够悬，即款的烦恼，即款的辛苦，唉，都是为着遐伤寒过过囝。这位太太啊，啊，恁排队排啊戆成去，恁到底是要买几票？哦，我甲我阿兄。我真好傲傲嘞，三个查某囝，一个后生，一个人吃六贴，啊后生佫加较瘦，加三贴，啊查某囝吹到来佫三贴，啊我买30贴啦。突然间，微信亭顶寂寂，无声无息，每一个人的两粒目睭，起个大大蕊，拢看我这边人，好哩加载，会跳起来头前，动作真慢，脚手真紧，三两半手。就把我的腰拢疼好啊！伊哪疼哪烦恼，你着爱紧吼，先用一碗酒，把腰啊擦擦嘞，再用两碗水来去搞炖一只鸡。我哪值钱？我哪值钱？哪炖好？腰啊烫嘞，我来个起卡拢啊咯。迄一暝，要睏之前，我着叫我细汉查某囝亲亲，赶紧将我煮一下煲的。去我炖骨汤，小小羹来啉啉嘞。亲亲哦，我旁嘞，一嘴啉落喉。妈，你真歹命！亲亲乖，亲亲上乖，阿母上笑哩。你若把这碗炖骨汤啉落去，你就会像迄个金城武汉娘的，嘛像张惠妹汉娘水呢。亲亲听着金城武，佮听着张惠妹，鼻仔白嘞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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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碗就给他喝下去，笑头笑面，看头喜面，乖乖乖的，一口一口就去睡了。夜深人静，三更半夜，大家都躺好睡。突然间，亲亲头壳摸摸着，掉脚转地，大细声咻咻叫，我拢不知伊在喊什么，我只有刚听着讲，足上的，好足上的啦，我规身躯足上的啦。我的相公从我同齐为面床顶撞起来，赶紧哦就将伊载去医生馆挂急诊。医生一看，把头看阮两个
就问，伊有啉酒无？伊咧起酒疯呢。我的相公用等待回答的眼神看着我，我的心肝也切一个。我想着我规个晡咧煮药的时阵，规个头壳底、规个头壳底，拢咧想三十个饼，大到百七，后生大到百八，迄个美丽情形，我竟然唔知我药是安怎煮的。我想着，我想着，我做了出什么代志？我只好详细坦白对医生讲，想袂到。即阵，那天顶拍雷的笑声，响在冰箱时，透声雷雷急诊室。医生、护士、患者，一个一个笑到东倒西歪。只有我迄个相公，一个面义无夹夹，拍夹住。两个目睭，青一日，一直熬夜，一直熬夜，一直熬夜。我知影啦，我已经知影啦。伊心肝底在咧怨叹，怨叹讲。伊的心肝宝贝囝，为甚物有一个这么糊涂、这么糊涂的老母，竟然将六碗水当作六碗酒，安尼来煮落去？我的肠骨汤讲到这为止，多谢。